时段呢，继续我们的乐团演出啊、哦。接下来我要带来的这个一连串的主曲呢，送给现场的朋友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一些歌。等一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跳跳舞、唱唱歌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带来大家都熟悉我们年轻时候的歌曲。
呢。来，右边的朋友，加油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！厂长喝了。